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雪。我们现在要去我一个朋友的家，今天有一群人一起吃火锅，所以就稍微记录一下生活。是谁啊？我想自己来吗？想。那你们就必须要付点东西才可以啊，是要抽干净雨之类的吗？没错。海源要说阿优好漂亮才可以。我傻眼。哇 ，Happy New Year， 女神，所以这是可以拿起来的，没有啊？这个不是电视，不是啊，这是一妹子自己贴的。它这个电视贴在上面没关系吗？我觉得一妹子等下会有活动哦。它就是个弹球。哦，所以现在是叫海底捞外送，这么酷。他亲自帮你服务。我刚才以为那个是一妹子哥哥之类的。哦，误会误会，好帅哦，第一次遇到，好像有点辛苦。然后连服务社都要帮你安装，这样会很贵啊。这样，对，就是搓一下，哦，四千左右。不行，竟然要那个。我跟你们说，来一辈子家有个规则，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可以。你们要说阿优好漂亮才能进来。真的？对，不然的话就是只能跟那个海底捞说拜拜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好，我要睡了，拜拜。啊？你那里说不用帮忙啊？你是要帮一下吧？没有。让我做小位置。我要来坐一下。啊，不然。没有。那你们有准备要玩什么游戏吗？有。有些游戏呢，就是要跟对的人玩才会好玩。这个游戏呢，你们要玩的激动，那才好玩。如果你们这样就是这样，就不好玩。真的，真的，相信游戏，你会玩到快心肌梗塞，真的。我现在有点心肌梗塞。很好玩 ，Believe me，OK，Believe me。那快有准备游戏吗？我很刺激哦。刺激我。刺激，哇！直接手机就可以拿出来玩了。多人连线，多人混战，多人混战。你那招辛苦，对，可是好香，受不了。然后你到底是哪边？几乎只动辄是一那招辛苦，然后就自己绕一圈，好香，绕一圈就躺下去。我们尽力了，不知道帮什么。对，然后帮什么？我在帮忙吃。我们超有心的。加一份。你看，有肉，哇，感觉，我最喜欢油条了，很多盒，超棒，还有这个，哇，葱哎，好了，整体来说就这样，这好酷，这是鱼吗？所以我们要煮个30分钟才可以开动，还有高汤可以再加汤，好棒哦，外带海底捞超赞的，我下次也要外带。你会的那个怎么弹？快点！我只会一点。对啊，弹呢、啊。哦，但是这个是爱可以无限大的哦，真的哦。哦，难怪我觉得很熟悉，可是我说不出所以然。所以然。笑啊，莫名其妙。自己唱，说自己唱。
不要吃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单个的，单个的。好，下一家人吃饭哦。我们来另外一个。这个有吗？会不会太高？对对对。也是要这一家。好看的这个，这样子可以都丢下去。大家。哎，不是放音乐吗？因为他说好吵。